耀明、刘以达。是期待，亦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热情迷极已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乍现春光代替，难道要等一千零一世才互相安慰？好呀，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我不识听，不听不懂，听不懂。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两位，您是刘以达，我是黄耀明，您是黄耀明。哦，我们两个很好奇哦，就是你们两个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一起出来表演的呢？我在香港当这个布吉。报纸。哦，他在香港当布吉呢。他在香港一个音乐的报纸里面登一个广告。寻找一个歌手跟他一起合作，我就要去打电话找他。很早以前的，我觉得十年前，我觉得这蛮奇怪的哦。像我们在台湾会登报纸，大概都是卖房子啦、买房子啦、找佣人啦，要不然就是歌唱训练班呐，或者什么。怎么会去找一个 partner 要登报呢？你不怕他唱来应征的人？随便圈内应该就很多可以找。因为嗰阵时嘅我想玩嘅音乐咧，都系比较另类嘅少少，或者系比较系同出边嘅流行音乐系有少少唔同，又系比较想系创新少少。哦，那个时候因为他想玩的音乐呢，就是跟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希望找一个跟他一样有那种不一样想法的人来合作。他要找一个从他的音乐的理念差不多的人，所以比较难找。他要登报纸去找人。我们知道刘以达对这个乐器很多都很会玩，对不对？对。那我们知道你除了这什么 guitar 啊、bass 之外，这些比较一般的乐器之外，你还会玩一些很特别的乐器。听说你今天也带来了，要介绍给我们大家。像什么？我带了一个小圆是啥？软就是你想拿两个鸡蛋来。哦，这个啊，哦，这个不是琵琶，你会吗？我不会。书啊，香啊。我所以就他是唱他自己的很棒啊，真的很棒。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算是哪一国的乐器啊？中国的乐器，全统，中国的传统乐器。传统乐器。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乐器为我们大家演奏一下你那个得奖的那个幼声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主题曲。我就正式的做好。
我觉得好像很奇怪，什么样的乐器放在他手上好像很随意，他想弹什么样的音乐就可以什么样的音乐啊、哦。对对对对，那请这边站。像黄耀明刚才唱的那首《春光乍泄》，这首歌好像九五年吧，就去年在香港非常非常的风光。听说你光是以这一首歌就得到很多的大奖。大部分的奖项就是作曲啊，制作编曲的部分，还有有一个奖，我是最高兴是，全个什么？整年度的排行榜。电台播放率最高。播放率最高。是全年播放的最多的一首歌，所以我很高兴这首歌。黄耀明好像以前小的时候很喜欢陈秋霞，是不是？是，我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他我走去教堂，信这个基督教。听说为了陈秋霞去信基督教，是这样子，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还好没有信费贞林，会变成佛教。对对对对。那你后来呢？后来他没有唱歌了，我叫。喜欢另外一个偶像。对对对对，以前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嘛。对呀、啊。不唱了就换人了。对呀、啊啊。哇，后来我喜欢邓丽君。邓丽君啊，那你是不是也很欣赏这个邓丽君呢？不是。不是、啊。我比较喜欢邓丽君多一点，所以她。你比较喜欢邓丽君多一点。哦，他陪你们今天是不是安排一首邓丽君的歌啊？是是是，一首很久以前的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我就是唱这首歌去追到我老婆的。啊，真的真的真的。刘以达会不会唱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可以但是我弹比较好。他可能唱广东版的吧。我以为他很好心，就把这个拿起来挂他身上。好，我们欢迎他们两位，我们带来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渝，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哎呀，谢谢。好听哎！我一唱，我差点把马姐当我女朋友。他一唱到一听到这首歌就情不自禁，是是是，哎，想到他亲爱的老婆。对啊，对。我看你们两个的造型都蛮特别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刘以达的造型啊、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是谁帮你想的这个样子？自己想的。自己想的？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头发这样？东跟西跟，然后黄的、红的、白的这样。我喜欢还是要反传统。将我个样搞到古灵精怪。他喜欢把他的样子搞得很奇怪。他比较喜欢作怪，他说。我觉得你也很喜欢作怪啊。这个我也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作怪的。对啊对啊。我好像平常应该是黄耀明比较会作怪啊。要看表演什么音乐啊，要看那首歌是怎么样子的，其实不真的是为作怪而作 怪, 而作怪是为了配合歌曲。是那通常你的歌曲都很作怪吗？有一些比较作怪，但是我觉得因为都是流行音乐嘛、流行音乐应该是非常的有一个流行的感觉，所以流行什么造型你应该在配合这音乐在一起。
对对对，今天非常的高兴能请到你们两位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是不是安排一首你们唱片里面的歌？是我的新的专辑的歌，这就是叫《蔷薇泡沫》。蔷薇泡沫。为什么会取这么奇怪的歌名呢？听一下就知道了。哦，听一下就知道。知道。我们来欢迎他们两位带来的歌曲《蔷薇泡沫》。是的朋友